小姐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刚刚钟哥在催吗？对啊，佩妮，我们这边要加快了，那边天影下拍完这场，我想我先眯一下，等等下交流到的时候你再叫我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先休息一下吧。舞蹈不好意思。怎样？我两个助理在路上出了点状况，可能要稍微再等一下。又出状况？我们今天在赶拍。你刚刚在车上睡得超熟的，做什么梦啊？